聊天室表脑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酱菜姐妹啊！没想到我们又合体了，学姐，我跟你讲，我回来台湾这一站一定是要报到的，要跟你请安呢、啊。他刚才说他有一个回来的见面会，然后他没有邀我哦，因为你太贵了，你的出场费很贵。哪有？我哪有算出场费？没关系，今天呢，John终于回到台湾了。你们看我们桌上这些东西，大家对空服员的这个妆容啊，其实也是都有一点问号，因为我们亚洲其实跟美国航空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我有发现，在美系或欧系的空姐们，他们的口红跟眼妆好像特别的强调，然后亚洲好像偏就是比较保守，然后比较淡一点的妆。没有，因为每一间不一样，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是浓妆了，不到 geisha 的程度吗？也没有。但是呢，我们有颜色，就眼影的颜色。你们有要求吗？因为有时候我们有重要，像万圣节啊、圣诞节啊、美国国庆的时候，大家会在身上会加一点小东西。那 Halloween 就是橘色嘛，大家可能就会涂橘色的眼影。我们是有一定的规范的，跟那个随性的、比较 chill 的，对，这个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其实眼妆的颜色是紫色，还有蓝绿色。所以你们有配合公司的 logo 啦，对，有公司的形象是绿色。对对对。那如果你要画一些就是咖啡色，其实也是可以，但你就是不能画什么大黑啊，就烟熏妆是不可以。欧美都是烟熏妆。我跟你讲我画欧美妆，然后我的观众都说，你为什么把自己画成这么老？我心想说，可能欧美妆比较成熟一点吧。反正 anyway， 我现在是超级大素颜，然后我就素颜讲这么多东西。我说真的，皮肤状况非常好。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的脸是不是怎样怎样？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就给你们大公开啊！这个有皱纹哦，就表示你没有打。来，眼睛。你们看啊，我懂了，就是如果你还可以看到旁边有一点皱褶，那就是没有打，可以吗？有吗？身上有吗？非常明显，靠背啊！好，那今天John要来干嘛啦？我听说今天要来上一点画画课。没错，今天John就说他要来帮我画一个，因为我自己很懒化妆的，我每次化妆就是把颜色涂在我脸上就好，要不然就请化妆师。那John呢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亚洲空姐的妆跟那个欧美空姐完全不一样，今天帮你画一个欧美妆。请问你是会化妆的吗？不是，不会，因为我本身也是跟你一样走一样的路线，素颜美女啊。你们公司上班素颜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，这是有规定的，都还是要基本的妆啦，我觉得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如果你的口红不够的话，老总是会要求你画的。如果你没有画的话，他会直接 offload 你。你们很喜欢 offload， 我发现。我们就很喜欢 offload。好，那二话不多说，来，好来，你为什么有傻眼的感觉？因为你现在看起来像赛马娘。哎呦，第一次把额头子弄那么高，好像在这边那个我今天也是豁出去了，好吗？我知道化妆一开始第一关是先上底妆、粉底霜。但我觉得你不能，不是吗？你要让我全心全意的相信 John。对，不可能吧？我先跟你讲。我要画一个欧美空姐，下班之后我可以直接带着这个妆去酒吧勾引男子。但是我怕你今天就是会自己回家。然后记得我的喜好，嘴唇，嘴唇的部分，这边要打打高，对，打高，然后有鼻影，知道吗？好好好，我来咯。第一步就先把这个有没有斑的部分稍微遮一下。它不是遮瑕膏，它是隔离，就直接全脸是不是？他要讲话喽。学妹，你们都没有上化妆课吗？我们这台没有。你们在 training 的时候有是不是？当然啦，我们有上化妆课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有品酒课。我跟你讲，它一个隔离霜可能就要上个三分钟之类的。不过你额头真的是蛮圆的耶。那老大家说你额头是打玻尿酸，我跟你讲来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可以了，你很棒。OK， 好，第二步我们就是要，应该就是粉底吧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要不要就是让毛孔再小一点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涂上去就好。全脸。乱讲！难道上班的时候你要花一个小时化妆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上班有分就是那种快速妆跟慢妆吗？你说打商务舱就会做慢妆。打商务舱的话呢，今天可能就会花30分钟来化妆。如果今天是经济舱的话，我可能就花10分钟就可以化完妆了。只要看飞哪个地区。如果飞印度的话，我个人就是想要选择素颜上去。好，这个差不多了，再来。那我们就来眼妆跟嘴巴喽。没有，都还没有上粉底。好，然后这个 bling bling 的耶。对，这个我可以推一下，这个是超好用的。来，你看我把它弄到上面去，然后颜色就整个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那我就来喽。你看，
我想问 John 啊，说你们有明文规定说你们高跟鞋要穿多高吗？女生？我其实不知道女生，但我知道他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你在你下飞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换上高跟鞋。但是你只要机舱门一关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换成平底鞋。那万一有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，平底鞋可以跑比较快。真假？我们其实我们明文规定就是一定要3到5公分，从头到尾吗？对，所以很多空服员他们会带2双鞋子。你是帮我画怎样啊？他们两个。哎、欸，你不能，我觉得你要就是留到最后惊喜。现在看，对，我们就是走毕卡索印象派，就这边歪一点，这边歪一点。好，来再来下一个粉底。哎、欸，你们到底要上几层啊？难怪大家都说 女人的钱最好赚。我的头好痛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没讲完啊，反正我们鞋子哈，晚上。有没有有些空服员他们会带2双，然后出完第一餐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换上第二双是平底的。哎、我有一题，你有没有看过新航他们穿拖鞋？我想说，你们穿那个你们要怎么打火啊？你就是要怎么 medical emergency， 所以你们要怎么办啊？你如果是 ditching 呢？你 ditching 怎么办？大家 是听不懂什么是 ditching， 就是你降落在海上逃生的时候，就跟人家不要你一样，也叫 ditching。我们这种漂亮女生很容易甩别人的、啊。我现在真的是漂亮女生吗？你现在有越来越漂亮，我觉得有回来了吧？谢谢。那你那个两个眉毛中间，好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哎，美妆蛋真的是，哎，这个美妆蛋超好用，好好用，它还有这个美妆蛋的价值，好不好？用吧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我觉得可以眼妆了吧？好啦，那你帮我盖一下我的斑，行不行？好啦，这个完之后你要上眼妆就上眼妆啊。我跟你讲，欧美哦 ，I don't know if this is 欧美。眼妆，眼妆啊，有这一盒，有这一盒。来来来来，你可以打开。哇，bling bling 的。可是我猜啊，欧美的眼妆的话，应该这一盒就会先关掉。你是要把我带去上班，还是Coachella？ 我们要去夜店。我们要先飞啊！我们要去 EDC。我们就是要Coachella， 可是要适合上班哦。来，我要从意大利飞回来。对，那我们就来点意大利 espresso 的妆，咖啡色。OK。就是它，你就顺着你的眼睛这样子，没有尖尖的喽。来，尾巴的部分这边强调，因为我们这次这样勾一下，没有这样子勾一下。我真的没有想过你不会化妆。哎、欸，我那我想问你一题、你们在上班的时候，男生可以化妆吗？可以化妆，可以化妆。那有要求一定要化妆吗？没有。哎、有一题。好来，你们的女生空服员的指甲有要求要画亮亮吗？裸指可以。我们不行，至少要干净，然后透明亮亮的。你不能是裸指。因为我有看过有女生是没有画指甲油的。你 是对你们公司的规范不太熟？明明他们女生，我干嘛看他们啊？看到杰西卡，请穿好。不要这样子，我这样已经可以了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啦，蛮美的。我看一下。Oh my god, beautiful！ 哎、欸，你都没有帮我叠成，我可以用同一支吗？因为我们要就是越来越深，来一点就是你知道尾端的部分，我喜欢就是有点紫色的感觉。Oh yeah， 高潮了，妹妹高潮了。哎、欸，很美很美，我真的是。这吗？你真的可以，等一下就去口切啦。那我下面就要画吗？好的。他决定画的位置是对的吗？干嘛、啊？很美，好不好？你确嘞？我不要画吗？我觉得好像。你把我自己笑得大声啦、啊！对，怎么办？我们就是下面一点点亮粉而已，好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好啦好啦，那你应该要帮我画最重头戏吧？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所有的女生都要会，就是要勾你的那个眼尾，对不对？眼尾。哎，我知道手势是漂亮的吧？你整个人都很漂亮。你这样一讲，我就画歪了。可以吧？好美哦！真的吗？来来来，还有什么东西要补的、啊、我们鼻子就是稍微打一点亮，这边亮亮在这边。OK， 好来，你的鼻子很好看哎、欸，把你打成白鼻心。好，我们不要太超过，我们就有点亮亮的就好。微微的妆，来腮红，棒棒，好可爱。会不会这集之后我就直接退出这个圈子？会，我都要取代你啊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就好了。好了吗？对。那你要修容吗？不要修容，修容是哪一个？这一支吧。这是钟馗拿的那一只吗？妖魔鬼怪退散。他是我讲修容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整排就是会。反正你现在这样，我也不期望你啊。他这个跟猛将猛画有什么差别？哎，不一定哦。他修容需要我这边来，那你帮我画一个，就是有那种就是这边是尖的，就是可以插死的那种牛排照。不用，你这样刚刚好。真的吗？来喽。你鼻子没有修？你要修吗？他直接拿那个修怎么办？
拽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支就是最新的，就是99。我们不要，我们今天是欧美、啊，我们要就是比较 strong 一点的。有我怎么可能会有那种？我们就是欧美。可是我想要就是厚唇哦，你会画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就这一支当底，然后这个最后面上面点中间是这样子吧？随便你，随便你。它是那种雾面的，所以你可能要用力一点。嘴巴好小，感觉很好亲哎。对啊，我嘴巴就是比较小，好好，所以我要画大一点。那你嘴巴那么小，你可以含，就是有些东西你含得住吗？所以我有到很喜欢，但我的jaw会很累。对，所以我都用会这样用别的方式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等等，下面有一点像那个，你说东成西就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在下面，下面再厚一点厚，你不是要想要封唇吗？我们就是中间这样两点，然后就这样子喵补你。我很上班哎，我是整人气话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请你对着镜头当，试试看，漂亮。那眉毛，我必须说还好，阿塞本身够漂亮。我跟你讲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顶着这个妆的，嫉妒。已经好了吗？那我要把那个头发就是稍微，哎，其实不错，其实有模有样哎。那我要看喽。好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哪里可以呀？我跟你讲，你就是看久了就会习惯。而且他眼线这边是往上拉，我这边是往下坠的耶。我的嘴唇感觉，我刚刚是有发生什么强暴案吗？嘴唇中间感觉好像刚刚喊过什么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现在眼妆让人家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，对，好想照顾。真的看久真的还 OK。真的吗？那如果觉得真的 OK， 帮我打一个加一在下面。加一加一加一。今天真的是大牺牲，还好就像你说的，我个人应该是长得还不错。那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那阿蔡其实到底做过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做过电波、音波、然后我做完的感觉是还不错。你看我两个双眼皮这边，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垂？不是因为他画的关系，啊，我又不想要有那种伤口，所以我就是做音波跟电波。如果不懂的话，可以去米兰时尚诊所问台北的，因为我觉得那边的真的都蛮好的，然后对我蛮照顾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非常开心 John 回来，虽然时日不多，可能很快就要回美国了，但是希望以后还可以继续拍美，搞不好可以去美国找他。对，一定要。好了，那这个 John 的资讯在这边，喜欢他的 IG， 还有他的频道，重点是有另外一集影片会上在他那边，所以大家记得去看哦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我们是酱菜姐妹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好啊，那种啊，不会了，很美。你的脸现在满满都是肿点。让我 fix 它一下，各位。好，我这个角度沒。哎呀，这么高、喔，我的天哪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是不是有点就是？不能太出去了。你看你的经纪人。你帮我拍萝莉，你帮我拍萝莉。懂吗？